찬송가 403장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401장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찬송가 402장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一同默祷，将周五这一礼拜献为父神。从施洗的约翰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阿门。一同唱399首。建立在我主基督的应许上，万古千秋永将主圣名颂扬，荣耀归至高真神，我当歌唱，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坚立坚立，坚立在我主基督宝贵应许上，信靠坚立，建立在我主宝贵应许上，建立在我主不变的应许上，当一缕幽静的风浪似凶狂，借神生命言语我稳定坚强，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坚立坚立，建立在我主基督宝贵应许上，信靠坚立，建立在我主基督宝贵应许上，建立在我主宝贵的应许上，永远记在主的爱所不动荡，
带着圣灵宝剑，天天打胜仗，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坚立，坚立，建立在我主基督宝贵应许上，信靠，坚立，建立在我主宝贵应许上，建立在我主应许不致跌倒，时刻注意倾听圣灵所训导，救主是我一切永稳定可靠，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坚立，坚立，建立在我主基督宝贵应许上，信靠，坚立，建立在我主宝贵应许上，同声做几项祷告。首先为亲爱的准牧师做祷告。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은혜와사랑에감사를드립니다사랑하는당회장님을통해아버지하나님의사랑주님의사랑을또한성령하나님의사랑을더깊이느끼고깨달을수있도록은혜주심에감사를드립니다또한성경66권을성령의감동함으로풀어주셔서인간을경작하시는섭리를밝히알게하셔서저희들참마음과온전한믿음을가질수있도록인도해주심도감사를드립니다성결의복음으로민족복음화와세계선교저희들을새예루살렘으로이끄시는귀한사명잘감당하실수있도록도와주시고마음의소원기도의제목도속히응답해주옵소서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대성전건축을위해서기도하시겠습니다建造大圣殿祷告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은혜와사랑에감사합니다아버지하나님께서기뻐하시는성전은사랑이가득한성전이라했습니다아버지뜻에합당한사람들이모여지어진성전이되게도와주시며아버지의뜻이선포되는성전으로축복하여주실줄로믿습니다아버지하나님의권능이대폭발적으로나타나는성전되게도와주옵소서또한아버지하나님의위엄과영광이나타나는성전이됨으로인하여전국전세계에서영과운영을사모하는성도들로가득채워지는성전되기를원합니다대성전건축도성전이전도형통하게하여주옵시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오늘은델리今天由德里万民教会和金珠门万民教会的金上会牧师已求你这把这山地给我的话语为题正道，为蒙恩的一途做祷告之后，为了礼拜，由一大大大教区长赵义熙牧师做代祷。사랑과은혜가풍성하신아버지하나님은혜와사랑에감사합니다오늘은인도델리만민교회와진주문만민교회를담임하시는김상희목사님께서이산지를내게주소서라는귀한말씀을증거하십니다성령의감동감화충만함가운데말씀을권세있게잘증거할수있도록도와주옵소서저희들마음의문을활짝열어주시고들을길을열어주셔서그말씀이생명되고능력되게도와주시기를원합니다감사합니다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살아계셔서永活而主管人类生死祸福的全能的万民的父神，万民四十一年来能够大大荣耀父神，感谢主，通过亲爱的父牧者来彰显了惊天动地的神的作工，也成就了民族福音化和世界宣教。而且也用光来成就了这所有的旨意。因此，我们在这末时，在成就末时的旨意，也通过牧者完全成就而
也求父扶持我们的准牧师，求将荣耀归您。我们的牧者在成就世界，而每所到之处都在传扬父神是永活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我们也相信今后必会更加成就。父神在这末时来建立职务代行，以此来成就父神的旨意，引导万民的灵魂们进入新耶路撒冷。感谢您，愿通过万民将荣耀归您。父神一直亲自建立这万民祭坛，而且父神也说成就万民的所有的旨意，因此让我们的祭坛能够完全成就父神所喜悦的良善的旨意。今晚由金尚辉牧师来见证，求你把这山地赐给我的话语，求父赐给他话语权柄，让这话语能够抛开灵与魂与骨血骨髓，让我们成为盼望和信心，求圣灵来主管并运行。我们朴恒林牧师也求着赐下圣灵的感动，容他主持好圣灵的礼拜，有以马内利唱诗班的献诗和灵犀管弦乐团的演奏，也求父悦纳，求父赐下恩典，通过万民电视周刊也将荣耀归您。놀라운역사로아버지펼쳐지는그권능의사역이아버지더크게通过社交网络来彰显的全能，愿更加称大的成就，也愿我们收看的同时更加心中充满感动。今晚也求父赐下恩典，通过机械电视，通过多种平台，一同做礼拜的全国全世界的万名的观众和圣徒们身上，求父赐下圣灵的感动，求父来做工，好为礼拜辛苦的所有的工人们，求父赐下天上的奖赏和这地上肥美的祝福，将晚将荣耀归您。求父赐下圣灵的充满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能够献上以心灵和诚实的礼拜。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约书亚记十四章十二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내가필경여호와의말씀하신대로그들을쫓아내리이다阿门。阿门。有以马内利唱诗班的献诗和一些管弦乐团的演奏。
교회 안팎의 소식을 모아 전해드리는 함께 보시겠습니다. 오늘 만민 매거진은 今天请大家收看的是迎来本教会创立41周年 전해드립니다. 大家一天有多么长时间在使用网络呢？据虚拟专用网络连接服务的调查资料显示，我们一生在网络世界度过的时间足足有34年。以2020年为基准，与韩国人的预期寿命83.5岁相比，这是可以认作是一生中40%。 用于网络使用的统计值。据今年另一项资料调查显示，世界人口约占60%的48亿8千万人在使用 SNS 社交网络服务，他们使用的 SNS 使用时间平均每天为2小时20分钟。由此可以预想到，每年使用的 SNS 人口越来越多。那么，我们的宣教怎么样呢？ 最近基督教社会甚至出现了宣教之罪旨在线的说法，理由就是向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能上网就能传播主的福音。因此，为了成就灵魂，今日的网络宣教不是选择，而是必须的。 迎接2023本教会创立41周年，让我们来看看向全世界展开蓝色梦想的万民在线世界宣教的现状。 2020年使全世界变得无力，把我们日常生活转变为非对面的冠状病毒，所有教会也不能一起做礼拜了。对此，为迅速应对，我们教会以基先传媒为基础直播了各种礼拜。 在传染病这种混乱的环境中，全世界圣徒们可以聚集参加正规礼拜和祷告会，一起做礼拜。海外各支教会的创立礼拜也是以在线方式进行，连以前很难见到的遥远地区的圣徒们也通过网络聚集在一起。虽然身体相隔遥远，但是在主内感受到更加融为一体的万民。 各种教会肩负着传达主福音的使命。本教会一直以来，通过基先传媒，同时向各国传播各种礼拜和代理祷告会，以英语、汉语、日语、俄语、法语、越南语、蒙语、西班牙语、印地语为首，多数部落语言，各国为聋哑人进行手语翻译等多种语言传送。 전송하고 있습니다. 通过网络宣教传播的话语，圣徒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听植物丹行约伯记的讲解时，我流下了悔改的很多眼泪，因为我是对于恶人亨通觉得是非常奇怪的人之一。 我通过正道领悟到了亚利奇那样的心，我为了通过话语，发现了自己现在也在努力做祷告。我通过宗会方式在参加主日礼拜，好像是在圣殿做礼拜一样，非常生动。尤其通过主牧师的正道，在感受着主的爱，而且也学到了心中要成就圣洁，如何要得到应允和祝福。为了进入新耶路撒冷，应该怎么做？
每周一上午11点举行的万民祷告院院长为患者举行的祷告会，把现有的万民祷告院周一祷告会转移到网络上。很多人通过即兴直播与 Zoom 参与本教会和世界各国圣徒通过祷告得到了圣灵的充满。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澳洲悉尼的萨利卡，我每周周一都在参加李福林院长引导的患者祷告会。通过祷告会我得到了很多的恩典，我的儿子几乎没有意识。参加在线患者祷告会后，儿子的发作症状减少了，现在有了意识，比以前也更加活跃了。之前我的儿子是插管进食，但是现在可以吃饭了。通过在线祷告会，我得到了祷告的力量，也更加信靠了父神。感谢主。我的儿子有耳鸣，就像蚊子飞来这样的声音，也有像苍蝇飞来的声音，而且 听起来有点像蟋蟀哭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不是 一种声音，而是多种声音同时听来，不能睡觉，非常的不舒服。耳鸣现在有1年7个月左右了。那么在我上面的地方打开院长引导的在线祷告会参加，当祷告的时候我得到了很多的领悟，也痛悔认罪，所以就非常的畅快。好像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我得到了医治，我也是不知道，后来我才发现这样安静的时间我应该听到吵闹的声音，但是在2个月期间我都觉得非常安静，我就这样得到了医治，非常感谢主。从今年9月开始，海外圣徒与竹代行李守真牧师在线上见面。圣徒们通过与竹代行李守真牧师一同交流的时间，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万民，也确认到了是一体。能与竹代行见面，听他的所讲的话语，我觉得非常幸福，非常感谢，而且能够这样相见也是非常感谢。李守真牧师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通过这样的见面，我们决心要更加按父神的话语做向生活，集中于属灵做向生活。当听到为日本灵魂准备在线与竹代行相见的机会，我带着基督的心做祷告，做了准备。按照牧师所讲的一样，我愿离弃心中细微的恶，更加成就圣洁。我们愿渴慕主再来那日。我们使用其他不同的语言，书上也相隔遥远，但是就像竹代行所讲的一样，我们在万民是一体，都带着同样的目标。牧师说，为了成为属灵将帅，要铭记神的话语。希望下次能有机会再见到竹代行。방송언어중원소스멀티유즈표현이있습니다传媒语言中有一种说法叫一元多用，在一种素材运用到多种题材上，追求波及效果的营销战略，将一篇正道翻译成多国语言，向全世界传播圣洁福音的万民，彰显爆发性全能做工的2023万民夏季修炼会。修炼会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到全世界，此后很多人得到了医治。在修炼会场一角观察反馈 YouTube 频道的印度德里外面教会的金尚辉牧师，
随着恩高聚会用印度地区以外的各种语言实施翻译，受到了很多见证。我有两周时间一直在流鼻血，夏季修炼会时为了得到医治，我读了十字架知道书籍和圣经，做了进食，接受植物代谢患者祷告之后，我得到了医治。我因眼球流感眼睛非常疼，也非常的痒。我使用过很多的药，但是没有感觉到好转。之后听到了万民夏季修炼会要召开的消息，我凭渴慕参加了。恩高聚会时接受植物代谢李守贞牧师患者祷告时，我感受到了圣灵的火。接受祷告之后，我知道了我的眼睛得到了医治，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健康，将一切荣耀归于通过修炼会医治我的父神。我从小就被邪灵捆绑，我父母不知道我在经历什么的问题，所以只是让我吃药。我吃了许多药，但没有不能控制愤怒，每次被邪灵捆绑的时候，我总是打我的家人，精神上受了很多痛苦。我通过姐姐遇见了万民，接待主之后丢弃掉了所有的偶像。下期修炼会时接受了李守贞牧师的患者祷告，得医治被邪灵捆绑的都退去了。目前在印度区马拉地语、巴利语等在印度地区为基础，用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十种语言进行礼拜翻译。负责管理的金尚慧牧师现在不仅负责韩国金珠门、珍珠门外面教会，还负责印度圣徒。虽然不是面对面，但遍布各国的印度圣徒们体验圣灵的惊人做工，努力地迈进消息，令人惊讶。我也觉得是非常神奇，位置真的非常神奇。我是在韩国的，一心在想他们该怎么做礼拜，后来发现是圣灵与他们同在的，所以他们在得到恩典。其实印度没有很多的教会。虽然社区教会，但是也有很多印度教、基督教相混的这样的教会，所以呢，人们就觉得，倒不如在家里做在线礼拜。就这样呢，可能是做一次两次就算了，但是能够持续的做礼拜呢，是因为有生命力的话语，听到话语之后得到变化了，所以就家庭也和睦了，得到物质祝福，所以呢他们就自觉的渴慕的一起做礼拜。去印度一看呢，发现有很多语言，有很多人呢是不懂各地区的语言，有些听印地语的人们又翻译给家人，也有很多人一心想传达给更多的人，所以我就想要用更多的语言来扩张传播圣洁的福音。就这样一个人一个人聚集起来，就开始了用十个元以上的频道，就是开设了他们自己本人翻译，然后在 YouTube 播放，那么观众们听了话语蒙恩典，他们自己就变得火热，所以呢他们就想到了这是父神所愿的道路，于是他们就带着使命感现身。其实这是以人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就算用再多的钱来请翻译，如果没有使命感是不可以的，但是由圣灵来主管他们，让他们就开设了这样的频道传播话语。去年八月一号以现场讲到，以翻译开始办出第一部的奥迪亚语，曾经是其他教会的工人的巴勒丹圣徒有数个月期间翻译正道，他说因圣洁的福音得到了恩典。我在其他教会做向生活，我的生活非常困难，看不到任何的未来，非常绝望。
但是遇见万绵之后，开始翻译奥迪亚语，开始接触到了植物代行和主人牧师的话语。第一次接触到的圣洁的福音，让我心里得到充满，得到了感动。对我来说，在灵里是非常大的祝福。从此到现在，我一直在做侍奉翻译奥迪亚语。通过在万民传讲的圣明的话语，我信心成长了，也有了新耶路撒冷的盼望。事实上，在我生活的地区，没有几家教会，人们依然生活在黑暗中，因为没有真理的话语，所以在灵里是非常黑暗的。我作为万民的家人，而且又作为基督徒，我有一个蓝图，正是向我居住的城市和邻近的地区的人们传播圣洁的福音和主。因此他成为了万民的家人，而且他也得到了组建家庭教会的祝福。在我所居住的地方呢，是没有教会的。有一天我在 YouTube 偶然看到了奥地亚语极限 TV 的链接，打开链接就看到了基督教赞美，也看到了奥地亚语的正道。我能够听到话语非常高兴。从那以后，我加入极限 TV 奥地亚语频道，一直在听话语。圣洁的福音改变了我的生活。感谢神，感谢极限电视让我认识神。每次主日大礼拜，我都是 Zoom 的在线方式参加礼拜，这样能够参加礼拜，感谢主。能与全球的万民、全球的圣徒们一同做礼拜，我感受到了父神的爱和力量。以前我的家人是新印度教的，后来我们迎接了耶稣基督。我的亲戚和村里的人们以信主的理由时常逼迫我。有一天通过 YouTube 知道了极限印度频道，通过在外面传讲的生命的话语得蒙恩典后，我持续地参加了礼拜。现在村里的人逼迫也退去了，信仰生活也很平安。现在你能听奥地亚语的话语，非常幸福。孟加拉语频道是在今年7月28号开始，通过印度德里万民教会听圣洁福音的孟加拉国阿布雷杜牧师，据说他的儿子也是因话语的恩典开始做翻译。建议我做孟加拉语翻译的时候，我也常期待能与万民一同施工。而且当看到为万民施工、为万民、为神的国施工的万民非常感动。我翻译在万民见证的话语，理解了圣经上的真正的意义，能向孟加拉国传播福音，对我来说是莫大的祝福。虽然开始孟加拉频道没有多久，但观众们都发来了幸福的见证。因话语的恩典，邀请万民新闻或书籍的人也很多。现在到拉丁美洲去看看，世界最大西班牙语圈 LCN 电视台，现在每周上午和周六每周两次播放植物代行李守贞牧师的极限电视正道，现在正播放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通过 LC 电视台在听准牧师的话语，认识到了万民。最近几年在听准牧师植物代行李守贞牧师的正道，牧师的正道是让我们灵里充满变化我们的生命的话语。直接性的海外宣教也非常活跃的拉丁美洲，今年6月30号和7月1号两天在厄瓜多尔布约地区举行了首派聚会。
约有700人参加聚会，有高血压、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步行障碍等的医治，荣耀了父神。9月9日，在墨西哥伊达克尔地区举行了首帕聚会。在准备聚会的过程中，12个教会加入了之协力教会，约有600名参加。聚会上，带状疱疹、肌肉破裂、心脏手术后遗症等的医治结出了丰硕的果子。拉丁美洲虽然是同一个大陆，但因为是不同的国家，所以很难聚在一起。但是他们能够火热奔跑的理由，就是因为张定远牧师不仅通过非面对面，而且还通过面对面探访致力于拯救灵魂。张定远牧师以非对面形式引导礼拜和祷告会，还到各个国家宣教出差，举行教会聚会、圣徒探访等面对面宣教。这样的努力使圣徒们的信仰升温，各自成为传道者，把圣洁的福音传播给自己的地区或国家。其中之一就是广播宣教。据说圣徒们与自己当地广播电视直接接触，并现身的结果在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五个国家的10个广播电视传播圣洁的福音。有一天，我想起了圣经的话语和准牧师的教导，这是要向我们周边提供帮助。我看到了周围的许多困难的人和需要圣洁福音的人们，为此我开始向需要神话语的人和想要了解神的人们，还有完全不知道神的人们开始广播电视宣教。现在每周周六早晨8点都在播放准牧师的信心的大小系列正道。广播开播的第一天，我非常激动，也非常幸福，衷心盼望今后圣洁福音更加远远传播，有更多的人认识主。如果说中南美有 Elasia 电视，那么在非洲有家庭TV。据说非洲最大的基督教广播家庭电视台每周五都会播放准牧师的正道和患者祷告，给很多人带去恩典。在新冠肺炎时期开始在线代理祷告会的摩尔多瓦外面教会，据说随着为教会圣徒进行了在线祷告会，被俄罗斯圈和周边国家的订阅者所熟知后，通过他们发来的祷告邀请和见证，让在线施工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另外，马来西亚还利用 Instagram、YouTube、Facebook 等多个 NSS 传播本教会消息和圣洁的福音。将本教会各种礼拜上传到 YouTube 上，传播圣洁福音的东京田端外面教会的郑金泰牧师。在这里利用 YouTube 和 Zoom 的在线施工非常活跃，通过这种坚持不懈的在线活动开始结出传道果子。我来到田端外面教会是因为在前辈的家里偶然收看到了 YouTube， 他看到的频道是基督教的内容，看到了韩国外面庄教会的赞美的样子，我被吸引住了。从此我受前辈的嘱托，为了拿到田端外面教会的书籍，访问了田端外面教会。献上礼拜之后，大任牧师给我准牧师的见证和十字架之道的书籍，3天后我全部读完了。
本来我是在其他教会做了八年做信仰生活，但通过书籍，对于我所拥有的教会和信心的价值观180度有了大转变。现在我出席田端文明教会有3个月了。为了向成长，我在线上主礼拜，有的时候在线还线上周三礼拜和周五彻夜礼拜，而且一周2次参加带领祷告会。在遇见生命话语之前，我的灵是死的，生活也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知道这福音，我的灵重新苏醒了，也有了天国的盼望。圣子的福音不仅通过广播，还通过文书来宣教。这种文书宣教也结合网络，福音正在活跃，更加活跃的传播。截止目前，乌灵书刊发行的纸质书书籍有826种，电子书籍有899种，有声读物有29种。只要有电子设备，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轻易接触到生命话语。不仅在国内，还流通到亚马逊网站、谷歌图书、苹果图书等，流通到全世界，受到了读者的喜爱。这本书教会了父神和耶稣基督之爱的本质。通过书籍，我仔细了解到了以色列民族，也知道了人类刚做末时神向着以色列民族和向全世界的神的旨意，而且还知道了末时是临近的。感谢作者，特别是在教保文库有声读宗教部门中，从9月月刊畅销书籍地位到第6位，荣耀父神。在急速发展的文明中，科学发展了，世界也变得更加舒适了，但同时世界也越来越黑暗。但是看到神对人类的爱比光速更快的通过传道者的手伸展开来。随着世界的变换，通过 SNS 让地球另一侧的渴望主福音的人们能够接触到圣洁的福音。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就是要传播福音。传播福音不是一件难的事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蕴含圣洁福音的内容，订阅极仙广播收看内容。我们小小的实践会让更多的人听到圣洁的福音，成为力量。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直到全世界有更多的灵魂与圣洁的福音成为一体的那一天，万民的事工将永不止息。衷心祝贺万民创立41周年，我非常爱万民，而且在与万民一同成就向全球传播圣洁的福音。愿神极大的祝福与大家同在。现在以色列在迎来犹太新年第5784年，衷心盼望今年神的祝福，在神的祝福中更加开启宣教之门，成就更活跃的事工。向成就万民事工的李守贞牧师和万民的工人们表示祝贺，我非常荣幸。愿神的祝福与大家同在，祝愿完全成就祝宝贵事工。我向李佳璐牧师和万民的圣徒们表示我的问候。全球许多灵魂通过万民的事工认识到了主，我也得到了许多的恩典。我们有数年与万民一同在成就神的国，
亲爱的主，亲爱的主任牧师、李守正牧师，还有万民的所有圣徒们，再次衷心祝贺万民创立。亲爱的万民庄教会所有圣徒们，首先衷心祝贺万民四十一年事工，万民中央教会创立四十一周年。为了扩张神的国度，万民的事工成为了基督教宣教的榜样。世界在改变，基督教在衰退，但是如果万民就像这样接力，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成就神的国，相信必会结出果子。万民在四十一年期间为神的国传播圣洁的福音，成就了全能的事工。我和这里的美国世界圣洁中心，还有世界无数的灵魂，通过万民听到了圣灵的话语，为此我们领悟到了真理，得到了应允，而且也在得到祝福。感谢为了主荣耀的大家宝贵的事工，衷心祝贺万民创立四十一周年。今后祝愿通过向全世界的万民的事工，向更多人传扬圣洁的福音，彰显如火般圣灵的做工。首先迎来幸福美丽的一天，衷心祝贺万民庄教会创立四十一周年，向阿托维亚向大家表示祝贺。通过万民电视周刊《月亮荣耀》的父神，感谢父神。今天由德里万民教会和珍珠门万民教会的金尚慧牧师以“求你把这山递给我”为题正道。首先介绍讲台献花，中国是中国教区。在不知真理的我们，父神引导我们来到圣万民祭坛，以圣洁的话语、圣灵能力，让我们成为属灵将帅，赐我们天国盼望的父神，将一切感谢荣耀归于父神。我们愿与带领万民的主代行成为一体，跟随院长每天做祷告，就像形形色色的花儿散发馨香一样，我们要迎来教会创立四十一周年。我们告白，我们是最幸福的人，献上讲台献花。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十月八号主日，本教会将献上创立四十一周年纪念礼拜。相信献上今天礼拜的人会很想念一位，他就是我们亲爱的主任牧师。主任牧师按照父神的话语，于1982年7月25号开拓万民中央教会。77日以后，10月10号献上了创立礼拜，至今也仍在为民族福音化、世界宣教以及大圣殿的使命在祷告。为了成就使命的道路绝不是简单的，看现实会很难，但是呢，困难只不过是在肉身空间发生了苦事情。因此主任牧师凭信心的眼仰望了属灵空间的事，在凭信心的眼盼望通过这熬炼将要赐给我们的极大的祝福。
按照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说，我们若起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正如这记载的话语，当本教会多次有试炼来临时，我们有不变的抓住起初的心，是才有了才战胜这一切。而且今年也是纪念基先电视创立十八周年的一年，父神常与万民同在，并且通过无数的医治施工神迹奇事彰显了神的永活。为了让全世界传扬圣灵的做工，拯救生命的神的话语开办了基先电视。为寻求真正真理而徘徊的无数的人们通过电视在体验圣子的福音和全能，并且通过电视和在线平台听话语、接受祷告，疾病奇迹般的得到医治，人生各种问题得到医治。在我来到这祭坛前，曾想过人到底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可能圣徒们也想过这样的问题，死后会变成一把土，那么我们的记忆和想法会去哪里呢？看到夜空中闪烁的星星，总觉得有永远的，那么宇宙的尽头又在哪里？边界的另一边是什么？对死后世界产生了好奇心，也有害怕。虽然遇见主过着信仰生活，但随着读圣经，好奇心也增加了。我是谁？如果人生最终虚空的消失，为什么要在这地上辛苦的生活？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找不到答案，心中的困苦与日俱增。人们犯罪生活，那么能不能像圣经里的人物，或像耶稣一样不犯罪而生活呢？圣经里有为生病的人祷告，就能得到医治。下雨停止暴风的奇迹，为什么最近看不到这些呢？我非常想见到按照神的话语生活的牧师。那时好像是在高中一年级的冬天，之后通过熟人的传道认识了万民教会。第二年修灵会时，听到了准牧师的灵魂肉的话语，于是我知道了我是谁，来自哪里，在这地上应该做什么，应该去向哪里。在这祭坛上找到了平时非常好奇的所有答案，然后听着准牧师的正道，按圣经话语得到变化的程度，人生问题得到了解决，感受到了主的爱，信心也成长了。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如今在充满黑暗和罪恶的世界里，很难找到正确传达主真正旨意的话语，特别是在万物万能物质万能主义蔓延的这个时代，寻找遇见品体验的神属灵的话语更加困难。正如阿摩斯先知所预言的那样，现代正在经历话语而饥渴。虽然人们所说的话非常的多，但是很难找到用全能保障的神真正的话语。尽管如此，我们能够听到这帮宝贵的圣灵的话语，是多么大的祝福呢？这话语是怎么传达给我们的呢？谁都无法医治在绝望中只能等待死亡的主人牧师，遇到了医治所有疾病永活的父神，开始了做信仰生活。为了知道神是谁，想要按照神的话语旨意生活，要怎么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每逢复兴圣会，主任牧师都去寻找读圣经，但是圣经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于是向牧师提问或参考著名的注释，都没有得到痛快的答案。主任牧师于是苦苦恳求于神解析圣经。
有时间就上山，在平坦的岩石上铺上一条毯子，跪膝祷告。一大早就开始在山上祷告，到了晚上就回宿舍睡一会儿，第二天又回到山上一整天祷告，经常吃不上午饭，冷天热天下雪或雨天也没有停止过祷告。一般来说，为某种祷告题目一周都如此恳切的祷告都是一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祷告七年，这真的是非常需要很大的信心和忍耐，而至今也仍在祷告。最终主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开始一一解析圣经话语，解析难解的句子，以及蕴含在十字架苦难的法则，还解析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是救世主，天国和深奥的灵界以及末时将发生的事情，这都是比蜜和蜂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是像生命一样珍贵的话语。这话语正是我们在听的圣洁的福音。从此以后，准牧师把这些话语传播到了全世界，但那时死去的灵魂复活了，沉睡的灵魂苏醒了。对于听到这些话语而行的人，神以全能做工保障。话语是真实的，从全国全世界不断传来救恩应允和蒙福的见证。我作为传道队参加了2002年的印度盛会，无数灵魂聚集在盛会场所听话语，接受外患者的祷告时，我看到了邪灵离开，不治症、疑难杂症、身体残疾的身体的意思做见证。如果我们的子女在炎热的沙漠中迷路，处于需要饮用水的急需情况，我们当然呢会送水。世界上有很多灵魂在感到属灵的饥渴，我们为了消除灵魂的饥、属灵的饥渴，在到处寻找真理。我真正体会到了，从准牧师那里听到这话语是消除我们灵里饥渴的生命之水，所以我产生了要向人们传达这话语的恳切的想法。于是在2004年，我作为印度宣教士被派遣。2002年，当我支援印度盛会去短期宣教时，我的作用主要是聚会宣传。为了在2004年被派遣宣教士定居，必须深入理解和适应当地的文化、语言、历史、法律、社会矛盾、政治、经济、安保等多种要素。如果说短期宣教的主要目标是传播福音，让人体验全能，那么定居宣教不仅要传达福音，还要持续地帮助接触福音的人在灵里成长。人们只听几篇话语在灵里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需要做支援，让他们持续做礼拜、祷告、改变。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宣教施工，仔细观察印度的宣教历史时，我发现了两名代表性的人物。第一个人物是主的门徒多马，他在印度南部地区传播福音时被当地人刺伤而殉道。第二是威廉凯利宣教士，为印度宣教做出了巨大贡献。英国出身的宣教士威廉·凯利，从1793年到1834年，在印度进行了近40年的宣教活动。他的业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不仅用印度的各种语言，还包括汉语、缅甸语、马来语在内的44种语言翻译并印刷了整个圣经和一部分。得益于这样的翻译活动，200多年后的今天，相关语言圈的人们仍然可以用自己的母语读圣经、接触福音、寻求神的旨意、过向生活。而他的宣教活动并不是一切顺利，他所经历的最大考验之一就是经过多年的献身努力翻译的圣经原稿全部因火灾烧毁。
看着瞬间化为灰烬的圣经一本，虽然心扉虽然非常心痛，但是凯利逊教士并没有灰心。翻译是一项复杂而需要注意的工作，我们在印度进行翻译工作时经历了类似的事情。由于相关翻译者不善于使用电脑，所以选择了先将翻译的内容写在纸上，然后再输入电脑的方式。这一过程历时数月。为了确认翻译有多准确，我问了当地牧师，他说 No problem， No 是不是， problem 是问题。我一开始认为是没问题。打完字后去印刷，印刷所发现的翻译有很多的错误，所以呢无法印刷。所以再次问当地牧师，他说 No problem 是印度式的回答。他说虽然有问题，但不会马上出大事的，所以不是大的问题。结果根据最好的重新翻译的意见，那个翻译误没能使用。我知道了，在翻译圣经的福音时，不仅要掌握单纯的语言意义，还要准确掌握背后的属灵的含义。起初缺乏对圣经的福音有深刻理解的翻译者，随着时间的流逝，听完话语后得到恩典的当地圣徒们参与了翻译和校对，从此减少了翻译上的错误。威廉·凯利逊教士不是一两本书，而是把翻译的圣经全部烧掉了，该有多么心痛呢？当时他怀着人可以烧毁文件，但是神的话语是永恒的，以这样的信心再次专注于翻译工作。因热情和忍耐，圣经重新翻译成多种语言，被评价为，以此被评价为比火灾前翻译的更完美。威廉·凯利逊教士在印度首次进行宣教活动，直到第一个圣徒接待主为止，足足花了7年的时间。从事宣教活动40多年，经历了很多困难和难关，但他从未放弃。威廉·凯利逊教士这样描述自己的事工秘诀，他说，我只是单纯的坚持不懈的向前迈进而已，朝着特定目标坚持不懈的前进的这个性格成为了宣教活动的巨大力量。这种献身和精神和一如既往的热情宣教的结果，威廉·凯利逊教士被称为现代宣教之父。在德里的活动是参考威廉·凯利逊教士在印度宣教的传统方式，将其与现代化方法相结合进行的。200年前，威廉·凯利逊教士用多种语言翻译并印刷圣经传播福音，而现在也在读那圣经。但是现在随着数码时代的到来，在利用电脑和网络用多种语言更广泛地传播圣经的福音和全能。如果我在德里，只能向德里其以及周边传播福音，但网络宣教可以向全球传播福音。我们万民中央教会有从主那里得到的使命，成就民族福音化、世界宣教和大圣殿使命。其中世界宣教在主来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成就呢？对此圣经里有很多的预言。哈巴谷书第2章14节写道，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正如所记载的那样，神的荣耀和全能将被宣布，将震动天地海陆地和万国。按照愿万人得救的神的旨意，无数灵魂将会悔改，告白耶稣基督为主，成为神的儿女。还有主来的时候说明了主的儿女该怎么做准备。启示录22章14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
从门进城。성에들어갈권세를얻으려함이로다말씀하셨고또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就是主来之前的末时要成就的事情。我们作为主的儿女，要通过话语变成新的受造物。听到圣洁的福音后，割礼内心，变成像主一样圣洁的儿女是非常重要的。即使领受圣灵接待主，如果不做内心割礼，那个人就会和五个没有准备登油的童女没什么两样。正如提摩太前书四章五节所记载，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一样，为了过上圣洁的生活需要神的话语，正是需要神全能保障的圣洁的话语，圣洁的福音。所以如果不把这话语传播给全世界，怎么能让人知道其内容而变得圣洁呢？因此用全世界多种语言广泛宣传这些珍贵的话语是宣教的核心任务之一。为了用印度多种语言传播圣洁福音，开展宣教活动，设立了德里万民宣教中心。德里万民宣教中心和德里万民教会都在执行重要事工，但进行主要活动区域是不同的。德里万民教会主要集中在德里周边地区，目标是帮助出席教会的圣徒们的信仰生活。他们把重点放在和圣徒们聚在一起做礼拜，一起交流和成长。另一方面，德里万民宣教中心开展广泛的宣教活动，不仅通过基线电视、WCDN、物灵出版社、MIS、万民新闻等多种传媒和翻译出版，还通过神学和教会开拓活动和救济施工，向全球灵魂传播福音。这施工跨越德里地区，向全球范围内进行。刚开始在印度开始施工的时候，周围没有工人，直到找到工人，工人成长需要忍耐和等待的时间。我们访问了印度各地，教圣洁话语，并送给他们书籍，然后招聚印度各地区希望学习圣洁福音的基督教青年，和他们一起住在我家里，教导他们话语。因为没有宿舍，所以在我家一起吃饭、睡觉、祷告、教导圣洁的福音。就这样一起生活后，有离开的人后来联系到我，他说牙特别疼，需要拔牙，但牙齿是横卧的，需要手术。他说没有手术费用，我让他来到办公室给了他手术费用。工人说为什么要帮助离开的人，而且在一段时间后也没有联系了，后来又来电话了，说自己的女儿过生日，能不能给她买生日蛋糕。我让她来办公室，为了让她买蛋糕送生日礼物，我就多给了点费用。就这样按照准牧师的教导，一如既往的行善和爱，主就开始派遣了全心全意的工人，也祝福了宣教事工。有一位在印度即将成为长老的执事，他是拉比阿古丁执事。他从小就在教会环境中长大，因为他的父亲是监理教会的牧师，但是因为没有属灵的体验和属灵的话语，所以过着知识性的信仰生活。有一天他参加了印度当地的牧师的聚会，那位牧师觉得能教导罪，特别是心灵上的罪，还讲进耶路撒冷，受到感动，到处寻找牧师引导的聚会，之后找到了准牧师的书籍来读，说和自己得到恩典的牧师的话语非常相似。
然后知道了这是主人牧师的话语，并登录了在德里的外面教会。之后拉比执事的父亲随着高龄正在经历疾病带来的剧痛，虽然有很多牧师祷告但没有好转，但是接受主牧师的祷告过的手帕祷告以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疼痛完全消失，父亲也平安的归天家了。执事呢，他也有见证，他说因胆石经历着很大的痛苦，即将要接受手术，就说他凭信心接受准牧师的患者祷告后正在做准备。但是手术当天早晨，在手术的最终检查中，令人惊讶的是胆结石完全消失了。通过这样的经历，他更加热情地传播，在传播着这个圣洁的福音。就像我们即使听到了美国总统的演讲，如果不翻译成韩语就无法知道其内容一样，圣洁的福音如果不翻译成当地语言就无法传达给当地人。目前基督教在印度迅速成长，移动和网络也在普及，很多人希望听到生命的话语。虽然有很多英语资料，但由于当地语言资料不足，也在扩散有错误教理的异端资料。就像口渴的人喝海水或被污染的水来解渴一样，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应该迅速将生命话语圣洁福音翻译成当地语言来传播。起初通过报纸传播福音，有关权的视频也用当地语言配音，但是考虑到印度庞大的人口，印刷的书籍和报纸的数量是并不充分的，而且尚未出版的语言资料更多。尽管如此，我还是亲自访问想要听话语的地区传播福音，有时要移动24小时或48小时，向一向饥渴的灵魂传播生命之水的心，继续进行传播活动、传道活动。然而尽管活动多年，但由于印度幅员辽阔、人口庞大，仍有更多的地区未能访问。广播电视是同时在各地区持续传播语言的最有效的工具。电视广播只能在有线或电波范围内收看，其缺点是费用呢是相当的高。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开始通过 YouTube 进行传道活动。这就像先修建一条供给生命水的管道。现在人们只要有随身携带的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管道喝到生命水，就是圣洁的福音。这使得更多的人可以自由地收听和接受福音。疫情之后，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目前采用最有效的宣教方式是非面对面在线宣教。在线宣教可以在当地培养翻译、传福音、做礼拜，并可以持续养育圣徒们。更大的优点是超越空间，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能听到自己母语的话语。现在用印地语、泰米尔语、尼泊尔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缅甸语、奥地亚语、博杰普尔语、马拉地语等、古吉拉特语等10种语言运营 YouTube 频道，对有很多的灵魂来说，与本教会通过管道 YouTube 频道连接起来了。通过这种多种语言播出的 YouTube 频道，可以收听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1/3，达到27亿人。再加上本教会播出英语、汉语、西班牙语、日语等，与更多人联系在一起。虽然构建了可以向全世界传达圣洁福音的管道，但仍然存在圣洁福音无法传达的死角地带。
包括中东地区、阿拉伯语和非洲的部落语言。因此有必要用更多的语言增加频道，持续已经建好的管道，持续提供更好的话语，使成长扩张。需要每种语言的翻译人员成长为专家，让他们帮助人们过上稳定的小生活，让观众们能够更好地收看频道上也很重要，为此必须进行系统组织的管理。要想提高频道的知名度，不仅要提高翻译的质量，还要集中精力制作各种高质量的内容。孟加拉国语也开始了 YouTube 频道。孟加拉国也是之前所说的威廉凯利宣教士翻译圣经语言。孟加拉国事工开始于2011年，是孟加拉国牧会者牧师为了参加德里万民教会创立礼拜，从孟加拉国来到德里开始。牧师说他祷告是否真的要去，因为从孟加拉国到德里呢不是件容易的旅程。当时有个人呢在梦里说，别担心，去吧，我会和你同在。后来在确信中参加了礼拜，然后为了向孟加拉国传播圣洁福音，一起在做祷告。2023年，牧师的儿子一位弟兄毕业于法学院，现在用孟加拉语翻译圣洁的福音，而且为了出版《十字架之道》，正在进行翻译工作。另外，翻译尼泊尔语的萨利卡圣徒的儿子变得健康。是他的祷告题目。健康的儿子因高烧昏迷不醒，而且呢还有严重的痉挛和发作症状。为了得医治，他去了很多教会。尼泊尔的一位牧师说，只要见到李泽龙牧师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来到了万民教会。而且参加恩高聚会后，孩子的严重的发作症状有所减少。为了他完全能够得医治，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和父母建造了多个印度教寺院，将很多人引向黑暗，因此悔改。而且为了传播福音，现在把准牧师的话语翻译成尼泊尔语，也请希望圣徒们记住他，为这个家庭来做祷告。辛迪亚执事是缅甸人，目前在澳大利亚担任学校教师。执事心中一直有着向祖国缅甸人民传播福音的热情。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一直在做祷告。虽然在缅甸基督教活动有限，但对于居住在国外的辛迪亚圣徒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说明是跨越社会最有效的传播方法。弗朗迪圣徒在翻译奥迪亚语时经历了惊人的变化。虽然出席教会，但从未体验过圣洁福音和全能事工的圣徒，在翻译的过程中，观众看着观众听话语悔改接受祷告得医治做见证，自己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然后开始和周围人一起听圣洁的福音。出席其他教会的圣徒最近向我们提出了要开始组建家庭教会的邀请。应那个要求，我们提供了电视，结果在奥地亚州开拓了奥地亚语言的使用奥地亚语言的新家庭教会。超跨越空间壁垒，形成了可以向全世界供应圣洁福音的管道。卡塔尔、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等世界各地也传来了听话语后发生了变化的见证。
在巴基斯坦邮件中说，结婚十年来没有孩子，但听完话语改变后，十二年后生下了孩子。英国也有登陆了一些圣徒，在英国伦敦、埃克斯顿和坎特也有了家庭教会。居住在英国坎特的贾比尔圣徒通过集线电视印度频道听到了数年的话语，他说话语太好了，希望能与外面事工合一。另外他们还在祷告，希望能听到用自己母语旁遮普语翻译的话语。YouTube 频道超越了空间和语言的限制，就像向每个人持续传播圣洁福音的管道一样发挥作用。那么通过这条管道接触到福音的圣徒们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呢？应该怎么帮助他们呢？走遍印度全境再进行手帕聚会、牧师研修会、圣经学院等时期，我心中一直存留的想法是，今后如何持续的邻里关怀得到恩典的人呢？对于通过 YouTube 接触圣洁福音的观众和圣徒们也有同样的想法，非面对面在线施工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部分，是持续的交流和支援。因此我们像本教会区域长们照顾自己区域的圣徒的心一样，为了能够让听话语的人向成长，正在运营24小时呼叫中心。这是为了持续与宣教以全世界各地区听话语的教会的洋基性交流，继续帮助他们邻里成长，同时呼叫中心计划逐渐扩大可支援的语言范围。我们呼叫中心在24小时内通过电话接收和支援观众们的各种需求，通过咨询发送必要的视频为他们祷告和商谈，还受理圣徒们见证，根据需要通过视频进行与牧师的个人咨询。因此呼叫中心的个人工人们带着自己接的电话会拯救该地区圣徒的使命感工作，在此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起到了带领地区的作用。他们召集同一地区的观众通过 Zoom 会议进行手帕祷告会，有时还支援救济和通信费用，引导支援在家庭参加圣餐礼本教会的多种活动。各种语言频道的翻译工人不仅负责翻译，还负责咨询业务。特别是在印地语和乌尔都语频道，起初观众几个人，有几个人成长起来，现在起到了工人的作用，并且在支援其他观众的咨询。通过网络形成多个宣教会组织，例如南宣教会和青年部等，在里面按不同区域和地区在进行活动。另外为了让观众们在灵里成长，正在运营 MIS 课程，如果观众成长后开始家庭教会，那就会为了帮助家庭教会带领人成长，特别举办研究会，还继持续提供教育和灵里咨询。这也是通过 Zoom 会议进行非面对面在线聚会。印度当地时间为上午6:30，在引导网上晨祷。我在韩国引导，在印度、澳大利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英国、孟加拉国参加晨祷，并通过各种语言的 Zoom 会议进行在线礼拜。有特别需要咨询的观众在晨祷结束后与翻译工人一起通过视频进行信仰咨询和祷告。像这样神的国每天都在扩张，是因为圣洁的福音和保障话语的全能才有可能。翻译工人和呼叫中心咨询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感谢父神赐的恩典，做神家的事，并在此过程中体验神的祝福，享受着幸福的信仰生活。呼叫中心咨询者们见证有很多，我们下次有机会呢，我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小的时候有一首赞美，我经常唱，说沙漠充满泉水，沙漠绽放花香，主治理的国度降临，沙漠将变成花园。最近再次唱小时候在圣经学校唱的赞美诗，想到枯燥的沙漠将流淌出圣洁的话语、圣洁的福音，让死去的灵魂获得新生命，发芽结出果子，形成林子的样子，我的心非常充满。今天主题经文约书亚记14章12节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山地给我。这里看到加勒德信心，最终到了分配迦南地的这时刻，他引用神应许的话语，要求分配给自己那块地。那么各位圣徒，这加勒德要求并不是说因过去自己做的好的事情现在要得到什么祝福，并不是说他是因为他是长期在以色列与约书亚共事的长辈，在战中也立下了很多的功劳，所以要得到相应的报相应的代价。相反，在超越在超过40年熬炼中，这时更加坚固的信仰也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比任何人都要带头献身的悲壮觉悟和表现。他所要求的是希伯伦地区仍然由外邦族亚拿族占据，因此要从现在开始必须要战斗攻取的地区。更何况这亚拿族过去十个探子害怕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来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是强大的民族。他不是要占据已经占领的安逸的土地，因亚拿族的占领，所以要依靠神的应许再次进行艰难战争，占领希伯伦地。迦南的一定意义是什么呢？在属肉上看是肥沃的土地，但是从现实生活中看，以色列地图被敌国所包围着，很难说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如果单纯的被认定为神的约定是进入迦南地就会得到祝福的属灵意义，那么就会单纯的为了获得土地而去行动，那就是误解了神真正的计划和法则。神的应许是这样的，如果按照神的话语生活，就会在迦南地赐祝福。即使进入如果顺从，就会吃到美丽的出产一样。进入迦南地蒙得祝福条件是圣洁和顺从，结果以色列百姓为了得到神的应许就要圣洁。从以色列历史来看，像出现大卫一样顺从神话语的王是成为了强国，否则受到周边国家的攻击和威胁，国家分裂陷入了巨大的困难。在这里我们要领悟到的是什么呢？为了成就神的约定，得到神预备的祝福，我们更应该顺从神的话语，心中成就圣洁。我们为了得到因果子，要凭信心栽种。下面说结论，亲爱的各位圣徒，我们为了得到应许，必须超越我们的极限。我们说主的爱是无止境的爱，是无限的爱。主的爱是没有界限的爱。例如在马太福音第18章，彼得问主说，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但主回答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在现代社会，很多人一次也不能原谅，又遇到无缘无故的施暴的恶劣的行为，
所以彼得出现，所以表现出了饶恕妻子的饶恕，但与主无限的爱相比是有局限性的。主有饶恕70个妻子，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人要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的无限的爱。主用如此伟大的爱，把自己的生命牺牲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救恩这一珍贵的礼物。这不只是主的爱，现在还在我们祷告，引导我们走上正确的得救之路。圣经中有很多人超越人类拥有的界限，成就善与爱，在这地上彰显神无限能力，成就神的旨意。摩西尽忠承担了神所赐予的使命。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向摩西抱怨和反抗，但是摩西直到最后还是把他们引到了迦南地。当神说要因百姓的大罪使他们灭亡时，摩西祷告要为百姓献出自己的生命。出埃及记32:31-32说，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他以自己生命为担保，恳求百姓，恳求赦免百姓的罪行。这里提到你所写的册就是生命册。摩西就这样尽心尽力献出生命，表现出了无限的爱。另外还有一个人可以举保罗。使徒保罗从见到主之后直到生命结束，一直表现出了爱主的行为。使徒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经历了艰难的旅程，经历了犹太人的反对和逼迫，生命危险，被鞭打，被关进监里，传坏，饥饿，寒冷和炎热等诸多的考验。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苦难中，他也没有失去对教会和圣徒的爱。使徒保罗没有后悔他的选择，在困难中为了灵魂和为了爱灵魂而忧虑。使徒保罗为了拯救灵魂，表现出了如此热情和真诚，甚至抛弃了自己的生命。罗马书9:3就可以得知，使徒保罗对灵魂有多么火热，就是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里所说的骨肉之亲，不仅仅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只包括逼迫使徒保罗的犹太人在内的所有以色列百姓。使徒保罗即使抛弃自己的生命，也恳切地希望他们能够得救。像使徒保罗、摩西先知一样，即使以自己的生命为担保，也希望拯救百姓的深厚的爱和热情的人并不多见。这种对灵魂的爱正是超越了人的极限。那么我们的极限是到哪里呢？正如加勒要求把这山地给我一样，我们为了得到我们的信心的份和祝福，必须超越我们的界限。当遇到考验时，能不能恒久忍耐，能不能坚守不变的信心，有多饶恕行恶对方，有多么坚持善行善，能否爱他人，坚持到没有不舒服的情绪，就是这些问题可以衡量出我们的局限性。在我们向的旅程中，需要认识到我们的根本，认识我们自己的界限，做出超越的努力。父神赐予我们很多祝福，并帮助我们承担使命。为此，必须要准备好蒙福的器皿。超越属灵界限，就可以向更多的灵魂，可以引导更多的灵魂解决问题得医治，体验父神无限的祝福。在这种信心下，成就神的旨意和我们的蓝图。
印度宣教现在也正在准备新的分月，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界限，但通过不断的努力超越属灵界限时，神给我们的世界宣教蓝图将会成就，大圣殿也会建造。奉主的圣名祝愿在这末世我大家都能住在荣耀中迎接主，思考话语，一同做祷告。전해져서저희들의신부단장잘할수있게도와주시고또이제는아버지께서주시겠다약속하신축복을이루기위해믿음으로행하며또심으며열매거두는저희가될수있도록축복해주옵소서감사드리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의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영상을통하여통과영상来接受准牧师患者做的祷告，请把手放在疼痛之处、软弱之处接受祷告。没有疼痛之处的人把手放在胸前，为心愿凭信心接受祷告。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超越时空做工在极限电视观众之上，通过因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知教会、知商店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臭流氓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光啊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完整焚烧净尽，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击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不能进入，求父保守。求父使胃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炎症也都得到痊愈。也求父使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得以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神经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得以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得到愈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火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反求您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中毒也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得到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臭流氓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邪灵都退去，他的差役也退去吧，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假诡诈的灵以及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福音化，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事故灾殃中得蒙保守，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用圣灵的火云、天兵天使、主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一同唱万民赞美81首，把准备好的现金献在父面前。为了现金，由金尚慧牧师做祷告。父神，向您献上1/10，献上各种感谢现金，生日感谢现金，献上救济宣教现金，献上极限电视宣教现金，建筑现金，求父悦纳。这时间求父亲自按手，自下连摇，带按上肩下来的祝福，成就所有的心愿，祷告和祈求也赐下应允。家庭事业求父祝福，使我们更增加1/10和感谢的条件，所行所住求父赐下30倍、60倍、100倍以上的祝福，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一同以主祷文结束周五彻夜礼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나라와권세와영광이아버지께영원히있사옵나이다아멘